今天我们就随便走走 ，Let's go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Vico。今天我们在哪里？Testing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in。今天呢天气超好，所以我想说要带大家来看一看里尔的市区。我相信很多人都对里尔还蛮陌生的，它是北部的一个非常大的市区，靠近比利时。这个 say hi 啊，它也是 Paul 的发源地，就是台湾的贵妇面包店。现在看到的呢是里尔的歌剧院，然后在旁边这边以前是证券交易所，现在已经不是了，但是里面都会有卖一些二手的书。我们现在呢就是在以前的证券交易，假日的时候都会有这种像二手书籍或者是一些旧书画。不知道是什么标志。里尔呢有分新城区跟旧城区，所以我们现在走在的是新城区。在我后面呢是戴乐高广场，今天刚好有游行，超级多人。What I'm supposed to see?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Vico。This is after.这边黄色的地区就是旧城区，新城区就是在黄色以外的都是。我们现在要去喝杯咖啡。今天听说是最后一天的好天气，所以很多人出来走走。这间呢是我们在法国找到最好喝的一间咖啡厅。里尔呢是一个非常多文化 的城市。在 Olin， 这应该是餐厅的街，超级多吃的。在欧洲的日常啊，你就是有时间的时候就是出来喝喝咖啡，像这些人一样，就是走在外面逛逛街，欣赏一下风景。天气好的时候就会看到像这样子，所有的人都坐在外面。这个是里尔圣母院，发现超可爱的房子，看这房子超可爱。我们现在在一个很可爱的房子前面，有没有超可爱？好多颜色，红、粉红、白，肤色。这就是我今天的一日游里尔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帮我按赞、分享，也不要忘记订阅我的影片哦。那我们下次见啦，那不吹，拜拜。哈哈哈哈哈。
After 5 hours, we're going home. You happy? Yes. And you? Very happy.